哎呦，在吗？我们转，北部大人来安心，高寒的维修机和花鬼用，我最近的维修机在猪卤住啊，尽管修机已经用过心灵。今个他很严肃啊，我这个大队希望小弟早日有机会不怕硬靠，希望你们调调公民，你们王家呢在楼下来好的名声啦，讲真经的，我这两位小弟我听了也是真有价值，你知无？安怎讲呢？这两位小弟把我当作甲父亲同款，安尼伫敬待我，第一尊重我。啊，每天来早起呢，拢会来我的府内呢，啊来甲我请安呐。啊，是讲呢，今仔日呢，安奈还袂看两位小弟呢，啊入来甲我请安呢。你喜欢今天短吗？是，那你买一
英雄家庭，不能的人若有苦拖着，话当讲总有数。细汉你给我饲，即摆给我饲大个你，哎呀，真感动，真甘心，真好。阿叔，我甲你交代，咱出外念着，这时分的爱送到，有啦，知无？啊，敢有烦啊嘞？有够无？我大哥要甲你报一下，准备好啦，有准备好啊是哦。大哥啊，啊你卖烦恼啦，你哦，安尼哦，客房哦，说小可这么收到吼，阮是要足感谢你的大哥，做你放心，我哦一定啊吼，有关科长吼来给你有面子，安尼哦，哇，真好，啊是讲小弟啊，啊你按算呢，当时呢要赴京城嘞，当时要出发嘞，京城里出路都遐远，不是讲卖钱的。消费科技就不好，是啊，就要从天庭来哦，是你就要出来是哦，好好好，啊，大哥啊，会甲要厝的呢，啊吼，拜托哥，求咱的祖先，啊，保庇恁两个啊，咱祖宗回来，感谢大哥你的理解，时间无多，小弟也慢慢来，你要出来啦吼，一个谁听？是啊，保重呢，小弟啊，保重呢，小弟。哎呀，啊一看呢，小弟呢已经离开了，啊我这做大哥的，真是呢，一方面呢心里是真欢喜，因为小弟呢也有志气，啊吼勤读书很熟，即摆呢我是才高八斗啊，相信呢应该呢这个附加考试绝对是无问题啦。不过人家讲爱读书嘛爱听书。附加考试一切平安回来啦，你别老再准备来啊！